越揮之不去的味道，他們怕著什麼？他們怕人們想通了，什麼把人們聚在一起，一起後又會幹著什麼？什麼事情又會被發生？然後把東西燃點，傳到每個人的手上。正如語言，關於暴動的訊息正不可壓止的在城市蔓延，路人正交頭接耳，神色凝重。你一口，你一口，他一口，把想像傳開。他们用了一切的伎俩，使你不能动弹。你能依靠的，可能只有一口接一口都管下。谁管他是什么颜色？愿望接着是行动，行动之前是眼神，眼神里面是破坏。接着是行动，行动之前是眼神，眼神里面是破坏，破坏掉一切既有的秩序，如同酒精破坏了清醒。有30人，到100人的时候，我哋就可以等汽油弹嘅。